对无在即投票修法，另一个即国民党团原本伫做是优先法案，因为内部会议伫个党内委员拢有家己个版本，大概做伫个党内先有共识才提案。民进党个即个柯建铭就批评讲，这是非宪乱政，民进党认为讲上大争议伫个适用个范围。无在即投票修法，立法院国民党团原先列做优先的法案，也引发国民党甲民进党中央界选的争论。也过国民党团二日内部会议讨论适用投票种类甲是毋是扩及境外，团出无共调。党团总调卜坤基认为讲，党内的委国版本应该先整合再来排审。就投票的方式，因为每一个委员有很多版本嘛。那我们针对每一个委员他的提出的版本，我们要经过充分讨论之后。我们才会这个请招委来排。国民党不要以为第一大党以后什么都可以做，非宪乱政也可以做，不要当违宪的兵马俑。这个让中共来介入选台，我们台湾的选举这很清楚。民进党团搁在批评国民党，无论是通信投票，也是海外投票，拢有危险的记录。相关加无在即投票列做优先法案的民进党，是认为讲，正国党上大争论的问题是在适用范围。现在的分节点就是，到底它的范围适用有多少？全球，或者只有我们国内，进党太保守。那国民党太开放，我们是有我们的看法。中山回公老相关立法的依据了后，建议顺序慢慢一步一步来。新公投无在即，临时选举无在即，也是国外无在即先做。中山会会依法行政，并且让这个选务稳健来进行。记者孙宏学报道。